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原神 4.6 小巫师后续成就四组的职分任务，为了旧日与明天。那么先跟着我来到这接取隐藏任务，走到这会自动触发剧情，接到任务为了旧日与明天，对话结束，在旁边的小屋给小巫师安置好，播完剧情结束会给20元石。这里我们要退出游戏重新登录一下，在原地靠近石盆投喂一块鱼肉即可拿到成就四组的职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